我是体检，每天都是体检嘛。他是那时候是普通的 CT 扫出来，他说有个十乘十的，那时候说是十毫米的那个膜玻璃嘛。然后半年之后，后面我就因为我侄子是在我老家，但是我们市医院里面他在影像科嘛。嗯。然后我这个就是回去给我侄子那个看的。那个我看的是23年的，你看最新的有没有？这个就是23，今年还没拍。今年就没拍。我是说他有没有找的？再找22年的有没有？有，这个是22年的时候，他那个就是报告，检查报告。嗯，差不多没变化，但是呢，这个结节呢就是一个肿瘤性质的原位癌或者微浸润癌，没变化了是安全的。但是他那时候他就说这个地方就是有胸膜，胸膜他们都怕有点牵拉。对，所以呢，你另外一个呢，你可以考虑把它做掉。因为它长得很边上切一点点就做掉了，它就没就完全能治好啊，所以就这个呢就是让你来定。然后你不想做手术就继续观察。那他这个牵拉会不会有影响啊？这个就有一定的影响嘛，但是现在都没变化就没危险嘛。